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了，表弟死乞白赖的非要住在我家。现在看一下大晚上的他在干什么。还装啊，表弟，还装啊！看看你这个脸上，都要长痘了，你还在这里玩？挂机了！赶紧给我睡，把手机拿过来。啊，我还在玩呢，我还在玩呢。好好睡觉。嗯。刚才半夜三更的时候过去，表弟在打王者荣耀。他说要睡了睡了，现在我们半个小时再过去看一下。表弟，刚刚你不是答应我不玩王者荣耀了吗？嗯。现在怎么又玩名誉世界了？答应你不玩王者荣耀，不能玩。你赶紧死的，赶紧去。妈。快去快去睡觉。我不睡觉。睡，不用睡觉。你干嘛？摸什么？你干嘛？不是刚开的游戏？让全国人民看看你这个懒惰分子。现在都几点了还睡？晚上天天打王者荣耀啊！快起来！嗯、大白天的，天天在这里睡。还打呼。打呼啊！听到没有，他还叫阿花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千万不要学表弟啊。